奇画饼家在香港有逾80年历史，由黄叶荣创立。他的儿子黄石祥是第二代掌台人。25年前加入公司以嚟，一直都本住父亲的宗旨经营。即系今日咧有少少成就咧，就系我哋都本住即系家父的传承落嚟咧，即系做人咧就要本住个良心去做，以心比心。即系我哋做嘢咧就要货真价实，唔好以货就价吓、啊。然后咧就对啲伙计啊，对啲客人啦、啊。都是用個心去俾佢哋，除咗用個心俾佢哋咧，做嘢咧要用個心去做。仲有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即係按部就班，即係唔好好急想去發達，想去咩嘢？最緊要咧，即係用個良心去做好自己應該做出嚟嘅嘢。創業難，守業更難，家族傳承並唔係一件易事。黄石祥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懂得跟下一代沟通。阿爷在生的时候咧，佢哋都即系佢哋都已经出咗世，都有10岁、8岁啊咁样样，即系大嗰几个，即系而家喺公司帮手嗰几个，咁佢都有阿爷都有同佢哋倾偈，亦都咧我将我爸爸嘅心得或者佢做人嘅宗旨咧，都成日咧都喺佢哋面前咁樣講，家族嗰個宗旨點樣用心去做嘢，嗰個心態咧傳俾佢哋。咁我相信咧，我哋都傳到一啲意念俾佢哋。疫情打擊各個商户，餅店嘅生意難免受到影響。黄石祥反而觉得呢一个系巩固本港业务嘅机会。未有疫情之前咧，咁我哋就有一个大纲一个发展嘅计划嘅，即系长远嘅计划就冇，即系近期嘅计划都有，即系好似我哋厂房唔系几够用啊，我哋准备起第二期啊，喺大埔工业村嗰度然后再发展多啲海外啊。其他各地的分銷啊咁樣，但係基於而家有疫情呢個關係咧，就反為俾我哋有一個喘息嘅機會咧，係即係將我哋個根基咧就更加鞏固佢，即係變咗做多啲喺本地嘅發展啦，同埋本地嘅鞏固我哋嗰啲產品嘅發展啦，例如開發啲多啲食品啦，同埋嗰啲產品嘅質量啊，個食用期啊，可以加長啲啊。頂呢個疫情過咗之後咧，我哋就係發展咧，我諗反為咧會有一個好啲嘅效果。